下来之后啊，一定要确实的去感受到那个黑色的凸进到白色的凹。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 Earthrise Deluxe Class 的游民这个角色的话呢，算是这一波低级的玩具里头呢，我个人是期待度呢是最低的啊。首先的话呢，是对人物的一个陌生程度啊。放眼我做了1000多级的玩具呢，游民也好，或者是浪客呢，我只有做过铁工厂的玩具啊。那一黑一白的造型，对他们来讲的话呢，我几乎是属于非常陌生的。那角色的话呢，本身就没有特别的情感，加上从盒子里头呢看到的时候，它是一身的雪白，好像也没有什么涂装啊。然后呢拿出来的时候呢，啊，也果不其然的呢，啊，一点都没有啊让我们失望的呢出现了这些空洞的部分啊。但是呢，撇除这些之外啊，诚如经常有一句话吧啊，这个期待的越多，伤害越大。那你不期不待的时候呢，反正会有一些意外的小惊喜。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可能就是在一个几乎是。给他起跑分数非常低的状态下呢，倒反而觉得呢，哎，他是有一些亮点可言的。首先呢，他虽然全身非常的雪白，可是他身上的细节呈现的话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呢，去填补了到这些视觉上的一个缺憾啊。而且你会越看呢，越觉得说，哎，这家伙好像细节还挺不赖的。然后我觉得最恐怖的是呢，为什么他的一个裆部这里根本就是一张。有点像是人脸呢，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鼻子、眼睛，然后这有点像JoJo里头的皇后杀手，哎，是吧？这个裆部的地方是皇后杀手，这实在这个爆炸力度简直是恐怖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这越看越像一张人脸，不是吗？而且还笑得很诡异啊。OK， 这个女性的博派金刚千万不要被她抓到啊，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玩具的紧实度是非常好啊，这一次的玩具的我觉得紧实度还是偏紧的。后面有一个背包，这个背包的形象的话，包括后面这两块凸起的这两块部件啊，其实跟它G1里头的形象都是有高度致敬的啊。那在盒绘的部分呢，在盒子的后面啊，你看到这两个凸起的部分啊，是一个白色的，但是实际上玩具的话呢，却是一个黑色的透明件。因为这样子比较可惜啊，如果它是白色的话呢，我真的觉得会再好看一点，因为它黑色透明件很容易跟后面的这个背包里头的阴影呢就融为一体了啊。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部分是稍微稍可惜一点点。然后它的头啊，有朋友说呢，他拿到的时候这个头一转动了，整个就断掉了，说非常的紧或根本转不动，说加了细油的话呢还是转不动啊。那我的话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拿到的时候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松紧度啊，这个松紧度大概是已经大学毕业找到工作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已经有经济能力了啊，手头没有那么紧啊，就是恰到好处的一个状态。那他的一个手臂的话呢，平举也没有问题，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呢弯到约90度。那拳头的话呢，只能往内缩啊，并不能够做一个转动。那枪的话呢，也没有任何细节，没有在任何的涂装，就是一块黑色部件。细节的呈现的话呢，马马虎虎吧啊。那么呢，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脚往前往后踢啊，以及这个皇后杀手般的这个裆部实在是太魔性了啊。那这里要跟各位提一下，这款玩具的话呢，在变形的时候呢，不管是人或车啊，它都有一块膝盖的这个位置啊，都有一块凸起的这个凸啊，它扣前面这个洞，在变成人形的时候它扣进去。但是呢，这个扣进去的话呢，只是一个心灵上的安慰啊。你时候你经常把玩啊，你这个膝盖一推一压，它还是容易去爆开爆出来的。那除了人形状态下要扣啊，在车型状态下的话呢，它也是有另外一个凸啊，也是要扣到这个洞啊，就是变人跟变车的时候都是需要扣进去的，变形才能够完全的到位。脚后跟的话呢，是一个这应该算假轮胎嘛，非常的大，又有一个接地的关节，所以这个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是非常好的，这里没有问题。但是把玩上呢，
最大最最最最最最不爽的地方呢，应该是它的这个背包啊。它这个地方啊，虽然这里两个凸啊，这里有两个凸啊，是扣这两个凹槽，但实际上呢，却扣得不稳。那把玩的时候能去推到，这背包就解开了啊，确实是在把玩上会有那么一点点不爽。那这个家伙的话呢，全身的一个雪白啊，然后加上这个眼睛啊，其实它这个鼻梁做的还是挺可以啊，这个，不知不觉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帝国风暴，是个 Star Wars 里头那个帝国白兵那种感觉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憨憨厚厚的，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么的话呢，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游民的一个变形过程。武器的话呢，是先给拿下来，拳头的话呢收进去，它的变形是非常简单的，腰部旋转180度，然后呢这一块部件就记得了啊，刚刚有跟各位提过了，脚后跟这是有个凸啊，这一块凸啊，要记得扣到前面这个洞。那就是这个双动关节折下来之后啊，一定要确实的去感受到那个黑色的凸进到白色的凹啊，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啊，应该是并不困难的。那个地方扣紧之后呢，这黑色的部分呢，整个压上去呢，才能够完全的压平。如果没有做到这个步骤的话呢，在最后变形成车的时候呢，底盘呢是会凸起来的啊。这个地方啊，请记得务必要把这个凸跟凹给扣进去啊，一定要确实的感觉到它有扣进去啊。扣进去，然后呢，再把这块部件呢往上面给压上去。哎，我感觉没有扣到底啊。这个时候就是，你看我还是对这个有没有进入，我还是有感觉的啊。这个呢，就是年龄上的一个经验谈了啊，有没有凸，有没有进去啊？好了，扣上了啊。再来的话呢，两侧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啊。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将这个头部呢先给收进这个身体里头。那你可以看到啊，这属于一个假胸吧啊，这个整个是真正的一个车顶盖在这儿。那这是一个假的车顶盖啊，就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假胸的一个设计。这个地方给打开之后呢，将头部呢给缩进去，是可以刚好放进去的啊。再把它给盖上。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上面这块部件啊，这个部件呢先解开之后呢，还要解开黑色透明件跟白色的凸，它分别连接两手后面，个别是有凸的啊。这个地方一定要解开。解开之后呢，再把这整块部件往前面推过来，这里这个往前面推过来。那推过来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啊，两侧，这里有个凹槽，这里有个凹槽，这里有个凹，这里有个凹，那就是扣到这对应内侧啊，对，是有个凸，有个凸在这里，就直接的呢将它给往前面推过来，然后呢给按压进去。如果这个时候呢按压不到位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最后再调整就行了。手臂的话呢就在这个地方啊，原本的头已经收进去了，然后这两个凸呢也跟后面的这一个部件解锁了。这个时候呢，这块部件呢就能够自由的活动了。活动上来之后呢，就自动旋转这个银色的黄色条纹到侧边来，然后从这个地方呢就自然而然的将它给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结合，将它给扣进去。我不应该讲简单啊，讲个简单好像就要出事了啊，给自己立个 flag 对吧？这个将它给扣进去。这个变形其实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乐趣性啊，还是要花一点点的一个专注度的。然后呢，这个地方轮胎两侧的话呢，把它给翻出来，翻出来。那你会发现呢，你会发现两个轮胎好像这一侧能推到位，这一侧好像推不到最外面，没有关系，不需要强求啊，不需要强求啊，这个不是属于你的缘分呢，就别强求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轮胎呢给套进来，因为这两侧的这个肩膀的部分呢，会自动把轮胎向外撑开。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呢，特别的呢，去把这个轮胎给往外撑了，并不需要的啊。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款游民的车形态呢，严格来说呢，滚动性呢还算可以啊。但是呢，这个建立在呢你的这个底盘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呢一定要能够完全压得非常的密合。胸口这一块部件的话呢，往上推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特别的一个卡扣位置。那要靠的呢就是这个轮胎的部分呢，你能不能够把它平整的往外面推到底？那这些手的部分呢，基本上都要按压到一个定位。看似简单的变形过程呢，其实呢环环相扣啊。那么它的一个车子的裂缝。真的是有比较大，尤其它要是白色的啊，然后还有一点点色差，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它有一些地方这个是有点像是米黄，然后这上面这个部分呢，因为是在透明件上面上了涂装，所以它的白跟这个地方的白呢是有点不一样的，以及在轮胎上面的这个白呢又是在黑塑胶上面涂的，所以它身上呢一样是白色，但是却有非常多的一个不同的配色。OK， 然后车子前方这个。
引擎盖上面，我相信呢，这个应该不可能是致敬什么造型吧，这个应该就是单纯的一个裂缝啊，绝对不可能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外观。车子的一个前方呢，没有任何的车头灯的涂装都没有了，这两侧看上去应该是方向灯吧。那这个 bumper 的部分呢，也没有做一个涂装啊，或许它本来就没有吧。然后呢，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防撞玻璃的部分呢，上面还有一个雨刷的一个刻画是有做出来的啊，当然是不能推动。那翻到后面来看呢，你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个纹路在上面，到底有没有致敬到什么的话呢，这个就给各位麻烦给我科普一下吧。后面的一个车尾灯是可以看得到的，还有两单侧的两个排气管，底盘的话收的算是比较扎实一点的，整个玩具拿在手上的分量感呢出乎意料之外的重哦。那它的一个大小尺寸的话呢，跟这个Combiner World时代的一个 Deluxe 等级的车子的一个大小的话呢是差不多大，非常的接近啊，高度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可能差一点点啊、薄了一点小了一点，但是收纳的是比较扎实一些些啊。整体来说的话呢，因为对它呢一开始的没有任何的期待啊，反而的话呢就是特别是它人形状态下的一些身上的白色的这些细节的造型呢，让它呢没有什么涂装，可是看上去呢还 OK， 还是有那么一点的立体感吧啊。那车型比较一般，那白色的部分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弄脏一点点，变形呢算了还算是挺有趣的、啊、还算挺有趣的，中规中矩的一款这个官方现在的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吧啊。那铺货量好像感觉还可以啊，这个可以等降价一点的时候呢入一个来玩玩的话应该也是不赖的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